正确的用法应该是找一个衣服贴着，由于它衣服有一些活动性，所以它就不会直接产生肌肉的一些损伤。这是一个70岁左右的阿亚，今天早上来看诊，就是脚给我看一看，哇，怎么这么严重的烫伤？这个都是深二度的烫伤，一看他旁边的周围有很清楚的一个形状，都四方形。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这是暖暖包，就是一般式的暖暖包也一样，直接接触皮肤过久都会产生我们所谓的低温烫伤。